再来一次。天气晴朗，空气清新，一个适合户外活动的日子。来吧，咱们就在这里玩滑草吧。哎，啊，我先来。驾驶员快坐好，解除固定装置，飞行器准备完毕，可以起飞。飞行员吉吉向控制台请求起飞。一切正常，控制台允许起飞。幸亏本王子身手敏捷。熊二，吉吉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实验证明这个坡是玩不了滑草的。你们看看这个坡上面有多少坑啊。要不我用滑草板再试一下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，所以说这个滑草场是玩不了的。滑草可真麻烦。俺们吃会水果，边吃边想。我看滑草是玩不成喽。不会的，俺们一起想办法。俺想到办法了。啥办法呀？俺们可以把土包铲掉，把坑填平。那就变成滑土了，草地也被破坏了。那还是算了吧，再想想，再想想。我想到了，我们可以再去找一处草场。森林这么大，还愁找不到个光溜溜的山坡吗？不行不行，等会儿要是老师找不着俺们会着急的。对呀，对呀，去其他地方玩，待会儿上课铃响了也听不着。就是就是，不能去。那就没办法喽，滑草玩不成，那就去玩别的吧。好呀，好吧。跑最后的拿滑草板。吉吉你赖皮，吉吉举高得奖。别跑啊。我想到办法了。什么办法呀？别急别急，你们看，我们把滑草板上面装上轮子不就好了？像这样，那我们就能咻的一下越过那些土包还有坑了。对呀，本王子怎么没想到，这样就可以玩滑草了。光头强，俺们赶紧去试试。好，走喽。等等啊。这次肯定能玩了，好像滑板车一样，还挺灵活的。光头强，你可真聪明。那俺先来试试。本王子技术好，就让本王子先来试试吧。好吧，那俺推你。好啊，姐姐坐好了。飞喽！哇吼！哟吼吼！怎么停下来了？光头强，你这发明不行啊。怎么一下就不能玩了？轮子上咋卡草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又得修了。我们一起来帮忙修好吧。好。谢谢你们。翻过来再试试。好嘞，谢谢你吉吉。怎么了？又卡住了吗？这可怎么办呀？别灰心，光头强。俺们跟你一起再想想办法，一定能做好滑草车的。
挂好了。下面是用一号超级滑草板，准备好了吗，熊二？俺准备好了。嘿嘿，嘿，哇！熊二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惜一号超级滑草板失败了。我们还有二号和三号，这次一定没问题。准备好了？嗯。耶！滑下来啦！琪琪，好玩吗？啊，头好晕呐！这次一定能行，嗯，一定行，加油！怎么这么难呀，又失败了。不想研究了。算了算了，还是玩别的去吧。我们要不再试一次。你不是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，遇到难题多试几次，一次不行就两次，两次不行三次。哇，光头强，快看快看，你的腿要是有这么长，那些坑坑洼洼就都能躲过去了。我的腿才不要那么长呢，我飞不了啊。要是腿够长就能躲过那些坑了。杰豆豆你真聪明。光头强，光头强，你去哪儿呀？杰豆豆，这次能行吗？不会再让本王子摔跤吧？放心吧，绝对不会有问题，我们已经试过了。是吗？吉吉、熊二，你们快过来呀。哇，这么大。光头强，这不是雪橇吗？对呀。不过呀，这可是我跟杰豆豆改造过的雪橇。你们看，下面的两块板子距离要大一些。而且呀，板子前面弯一点，就不会再经过坑时卡住了。吉吉，快上来试试吧。本王子还是第二个试吧。既然吉吉不敢，那俺先来。谁不敢啦？本王子是给你一个表现勇敢的机会。哼。一成功了呢，因为你们看，加大雪橇间的距离就能躲避地上的坑洼，这里的翘起也能防止雪橇滑到坑里被卡住。至于我改小了宽度嘛，是为了减小雪橇和草地间的摩擦，这样就滑得更顺畅了。哇哦！朋友们，遇到困难时不要害怕，多尝试几次，在失败中吸取经验，没准就能想到好办法。再见，森林宝典。
今天的森林看起来没什么不同。哎，吉吉毛毛在干什么呢？咦，我去捡球。嘿嘿嘿，弹珠王子就是我。嘿嘿嘿嘿。吉吉王子，你看，怎么啦？有东西。哇！是个本子。哎，画的好像是地图。哎，这个好像大树幼儿园。是哦，你看，那片松树林里怎么会有山杏啊？对呀。有好吃的，我吉吉王子居然不知道。嗯，会不会是我们以前没有注意？走吧，咱们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哎，在那边，走。哇！耶！来，毛毛。真好吃，这地图可真准啊。让我再看看，这后面还画了好多别的水果，简直就是森林宝典呀。我有一个好主意，大家注意啦，我宣布以后大家要叫我美食王子。吉吉，你咋又改名字了？那是因为森林里所有美食的位置本王子都知道。吉吉啊，你又在吹牛！我说的是真的。吉吉，矮脚之南国里，你知道在哪儿吗？当然知道。真的假的？那你就带俺们去找找呗。走啊！哎，太好了！我来过这条路，没见到过南国里。啊？吉吉，这条路对吗？当然对了，前面就到了。是吗？啊！哇！你们看啊！哇，好多梨子！姐姐，你真厉害！嘿嘿，怎么样啊，小月亮？本王子没吹牛吧？这次算你厉害。毛毛，再来一个！吉吉王子，给你。嘿，接到喽！吉吉王子好棒，再来一个。毛毛，毛毛毛毛，再来两个。俺已经吃完了。熊二，你慢点吃。没想到吉吉还真的知道哪儿有好吃的。对呀、啊，吉吉，那你知道哪儿有野苹果吗？没问题，跟我来。喏，野苹果。哇，吉吉王子，你知道李子在哪儿吗？李子，哇！那野花生呢？野花生，哇！吉吉真厉害。那是当然，只有我美食王子才知道美食在哪儿。真好吃！吉吉，咱们下次吃啥呀？好期待呀！孩子们，浣熊奶奶来看你们了。浣熊奶奶，浣熊奶奶，浣熊奶奶。浣熊奶奶您好，我是小月亮。浣熊奶奶您好，俺是熊大。俺是熊二。那我就先走了，让孩子们陪着您。哎，好。浣熊奶奶，我叫吉吉。奶奶，你快过来尝尝我从森林里采来的水果。好。奶奶您吃。嗯，好甜呐。我小的时候也爱去森林里摘果子吃，那个时候啊，还能吃到蓝莓呢，啊！可惜现在吃不到了。浣熊奶奶，我知道哪里有蓝莓，我带您去找。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，俺也去，俺也去，好耶！俺看到杨树了。吉吉，你不是说蓝莓就在杨树林旁边吗？俺咋没看到呢？吉吉王子。宝鼎是说这里有蓝莓吗？说的是这儿呀。吉吉，蓝莓在哪儿呀？等下就有了。会不会是你记错了？啊，
不会吧？让我看看。姐姐，我要拉臭臭，你们别过来啊！是这儿呀？怎么没了？吉吉，你没事吧？你好了没有？要不要找鸽子医生看看呀？好了好了，我肚子又不疼了。那俺们赶紧找蓝莓吃吧。蓝莓，蓝莓可能被别人摘了，咱们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这一路上连一个蓝莓枝都没看着。这个，吉吉，你是不是不知道蓝莓在哪儿呀？吉吉，你包里装的什么呀？没有宝典。宝典？吉吉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今天我找到的食物都是从宝典里看来的，这个蓝莓的位置可能是画错了吧。吉吉，给奶奶看一下。这个很旧了呀，我小的时候也有过这么一本。这不就是我那本吗？不可能，明明是我和毛毛找到的。这的确是我那一本，是奶奶小的时候画的美食地图，里头记录了很多食物的位置，但是后来被我不小心给弄丢了，没想到啊，还能再一次看到它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在最后一页还记录了一个我小时候埋藏的宝藏。宝藏？真的有哎！也不知道那宝藏还在不在。那俺们就陪浣熊奶奶一起去找找吧。好。找到了！你们看，是双生树。对，就是这儿了。这两棵树还是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又长高了很多呢。从双生树下往小溪的方向走五步，就是买宝藏的地方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浣熊奶奶就是这儿。下面没有宝藏呀。不应该呀，双生树是对的，小溪的方向也是对的呀。让我去试试吧。俺也试试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三、四、五。熊大，你怎么走那么远呀？因为俺长得高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每个人的步子不一样大，所以舞步也不一样长。我小的时候应该和毛毛一样高吧。那我来试试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就在这儿了。哇，找到宝藏了。浣熊奶奶给您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哇，这是我小时候的样子，我曾经的快乐童年。过了这么久，浣熊奶奶都变得这么大了。对了，浣熊奶奶都变了，那咱们找不着的蓝莓是不是也变了呢？熊大说的对，时间长了，很多事物都是会发生变化。那是不是过一段时间，森林也和现在不一样了？我有个主意，要不我们一起买一个宝藏吧？对，我要把漂亮的东西都放进去。等俺们长大了，也来寻找俺们的森林宝藏，还有好吃的。好嘞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在大树下、床底下、抽屉里，是不是都藏了宝藏呀？嘘，这是属于俺们的小秘密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
影子。清晨，毛毛高高兴兴地去找吉吉玩。吉吉王子，吉吉王子早。早安，毛毛。吉吉王子，吉吉王子，我们一起去玩游戏吧。不行，本王子今天要去亲戚家做客，没时间陪你玩了。那我先走了。那好吧，吉吉王子再见。吉吉王子没空，那我去找凯特玩吧。太好了，凯特在家呢。凯特，毛毛，是你呀，早啊。早。凯特，我们一起去玩游戏吧。玩过家家。不行啊，毛毛，我今天要帮爸爸妈妈打扫卫生呢。那好吧，凯特再见。再见，毛毛，下次再一起玩。真无聊，怎么大家都没有时间呢？我还是回家吧。哎，是我的影子。嗨，你好啊，影子。嘟嘟嘟嘟嘟，真好玩。我们来玩捉迷藏吧，你来找我好不好？我开始喽。啊，这么快就找到了。我要再藏一次，这一次你肯定找不到我了。找到了，你再藏一次。这一下影子肯定找不到我了。哎，又找到了，你可真厉害。纸飞机，吉吉王子最喜欢玩纸飞机了，你肯定也会喜欢的。噔噔噔噔噔，纸飞机准好了，来比比谁的纸飞机飞得快吧。纸飞机加油。你的影子飞机飞得可真快，我们再来比一次吧。嘿，玩得真开心，我又多了一个好朋友了。午饭时间到了，影子影子，我们也一起回家吃午饭吧，跟上哟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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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快下雨了。我们跑回家吧。哎，影子，影子，你去哪了？难道是在和我捉迷藏吗？影子过来了，看我吓他一跳。一定是我的影子来了。爸爸，走快点。抓到你了。毛毛，原来是你们呀。我还以为是我的影子回来了呢。影子？对呀，
我在找我的影子，我们玩了一上午，可是他刚刚不见了。你们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。有了，可以让我的影子去找你的影子呀。对呀、啊，蹦蹦你太厉害了。蹦蹦，你的影子也不见了啊？我的影子呢？我的影子也不见了，我的影子呢？哎，姐豆豆，你的影子呢？我的影子怎么也不见了？不过影子本来就会突然出现和消失的呀。我猜他们肯定是一起藏起来了。藏起来了？那我们快去找他们吧。不在。不在。也不在。影子到底去哪儿了？我们先去熊大熊二家躲躲雨吧。熊二，扶好别动哦。好了，慢慢松手。哇，好漂亮呀！熊二，哎，你们咋来了？熊大熊二，外面下大雨了，我们进来躲躲雨好不好呀？好呀好呀，走，咱们一起玩积木吧。看，俺们搭的小房子漂亮吗？发生啥事儿了？这么不开心？我们的影子都不见了，不知道藏到哪儿了。影子不知道藏哪儿去了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在找我们的影子，你们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俺的影子也没了。熊蛋，我们的影子都不见了，你怎么还笑啊？俺知道你们的影子去哪儿了。真的吗？去哪儿？你们的影子哪儿也没去，他们只是藏起来了。蹦蹦姐豆豆，你们猜对了，影子真的藏起来了。那影子藏哪儿了？是藏在大树后面，还是藏在了大山洞里呀？都不对。以前俺在书上看到过，书上说有光的地方才会出现影子。你们看树洞外边，现在太阳躲进了乌云里，光线太暗了，所以你们的影子才会不见的。不明白，你们明白吗？熊大，那有了光，影子真的会出现吗？当然啊。好吧，俺可以让你们的影子马上回来。真的？你们等会儿就知道了。手电筒，嘿嘿，快看你们身后！哇，快看，我们的影子真的回来了！有了手电筒，俺们就可以玩手影游戏了。像这样，快看，俺的影子！哇，快看快看，是老鹰！俺也来，俺也来，看俺的！恐龙，啄你的鼻子！龙，啾啾啾！停！看我的小乖兔子，刚才看见你们在打架，可爱的小兔子都被吓跑了。俺们不打了，一起来玩吧。看我的山羊，影子呢？看我的，我的是小狗。俺的也是小狗，我的也是。小狗来啦！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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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朋友们，影子是俺们的好朋友，
它们在有光的时候才会出来哦。快去告诉你们的爸爸妈妈吧，小朋友们，再见！海边旅游。一大早，光头强来到了大树幼儿园。山羊爷爷早啊！早。这块应该放哪儿呢？大家早啊！早呀，光头强。光头强，光头强，过来一块玩积木。不玩了，我要去请假。哦，对了，我要去旅游了。旅游？旅游就是出去玩啊。我准备去海边。哦，对了，旅游要坐火车去海边看大海、看大鲨鱼，还要坐三轮车，还要拍纪念照片、寄明信片呢。哇，太棒了！光头强，你好好玩，到时候回来跟俺讲讲啊。光头强肯定在火车上了，啊，不对，说不定在三轮车上呢，说不定到海边了。是啊，快走吧。俺也好想去海边。光头强。光头强，你不是去旅游了吗？爸爸突然有工作，我们不去了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去不了也没事呀，你还可以跟俺们玩。可是我什么都不想玩。咋样才能让他开心呀？不如让俺去试试。光头强，你要不要跟俺一起玩小拖车呀？可好玩了。真的超级好玩，你就陪俺玩一下嘛。我不想玩这个。那你想玩啥呀？我就想去海边。光头强想去海边。俺没办法了。我有一本关于大海的书，光头强一定会喜欢的。光头强，你看这本书上有你想去的大海。光头强，我也没办法了。有了，俺们就去海边旅游。啥？快过来。这样，好想去旅游啊，去坐火车看大海。怎么回事？熊大熊二，你们要干嘛？俺们要带你去旅游呀。旅游？在幼儿园怎么旅游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走喽。走了走了。到了。熊大熊二，这是哪儿啊？你们说什么旅游呢？光头强，你看，请你上火车。火车？这是开往海边的小火车。这也能去海边？哎呀，你就别想了，咱们快上车吧。好，要关门了，坐稳了。小火车出发了。出发喽。
谣传树洞啦！哇！抬头看看，抬头，那是俺们幼儿园第一大奇观。哇，好像兵马俑啊！那不是树上挂的长城吗？长城？哎，真的，这小世界好像长城呢。去游泳啊！啊，不行不行！为什么？光头强，在大海里游泳很危险。你看那边，我是鲨鱼，我要吃了你！你跑不了了！啊呜啊呜！鲨鱼来了，快跑啊！光头强，快跑！大家快跑，别被鲨鱼抓到了！蹦蹦，跑不了了吧？不要吃我！哎呀，抓到你啦！不要吃我，不要吃我！吃掉，吃掉！鲨鱼把蹦蹦吃掉了，下一个吃谁呢？吃谁呢？吃谁呢？哇哦！快跑呀！跑呀！鲨鱼跑了！我不能玩了，你们跑不了了，跑不了了，跑不了了！上滑梯！熊二，快点上去，他们快上来了！不行，太滑了。快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熊大，快来救我们！熊大救不了你的，救不了，救不了！熊大，熊大！光头强，俺有个办法，咱们手牵手做个大鱼王怎么样？好，快来吧！来吧，来吧！大鱼王来了，大鱼王来了！熊二，俺们来救你！大鱼网来了，我们快跑！鲨鱼别跑啊！快跑啊！熊二，我们走！别跑！大鱼网来了！收网啦！看你们往哪儿跑！萌萌，这边！别跑！萌萌，快点！鸡鸡王子，等等我！再不快点就被抓住了！拦住！你跑不掉了！等等我，鸡鸡王子！快把他们围起来！抓住！妈妈好累呀！还是被抓住了。夕阳好美呀！哇！凯特，你画的真好看，这是昨天咱们旅游的纪念画，画的太棒了！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俺也看看，来，咱们一起看。哇，你们看光头强多开心呀。谢谢大家，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次旅游。小朋友们，这真是一段难忘的旅程，俺们玩得多开心呀，快跟你们的爸爸妈妈们一起玩吧。小朋友们再见。不能输的奇奇王子。
今天阳光明媚，幼儿园里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看哪一本好呢？点兵点将，点到谁就是谁。哎，就是你啦！嘿嘿嘿。哦，这也有个王子啊。哦，这个王子很厉害嘛。哇，王子又赢了，耶！哇，好棒啊！我也要变成这样的王子，这样我就什么都能赢了，嘿嘿。明明王子，明明王子，明明王子，毛毛，我和熊大熊二要一起去玩弹珠，吉吉王子也来呀。嗯，那本王子就陪你们玩一会儿。哎，挖好了，咱们把旗子插上去吧。熊大熊二，吉吉也来啦，俺们已经挖好洞了。嗯，找个发球的位置。好了，就从这里出发，弹珠要从这里弹到一号洞，再从一号洞弹进二号洞，然后是三号洞，最先到四号洞的人就赢了，第二次失误就出局，碰到别人的球就算输了。还有，弹珠掉进大洞里也算输，很简单嘛，本王子赢定了。毛毛，先借我颗弹珠。记得还给我。知道了，赢了还你两颗。咱们开始吧。哎呀，劲儿小了。没事儿，看我的。嘿嘿，吉吉王子好棒。耶。赶了赶了，俺来。轮到我了。毛毛出局。没事儿没事儿，轮到本王子了，赢了还你两颗。嘿嘿，好。嘿嘿嘿，耶，赢定了。熊二，就看你的了。哦，耶，我赢喽！嗯，漂亮的弹珠归我喽！本王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妈妈，这两颗给你。好喂，那咱们开始下一轮吧。熊大，加油！给我了，给我了。毛毛出局，熊大就差一步了，我得抢在他前面赢的比赛。加油，吉吉王子！哎，完了！哎，俺赢了！吉吉，下回再玩吧，俺们要回家吃饭了。吃饭去喽！等等，再来一局，本王子一定赢。都快中午了，得回家吃饭了。不行，等会儿再吃。熊二，该回家了。再来一局，本王子赢了你们才能走。这是为啥呀？熊二，俺们走。哦，哎，不能走！你们给我回来！哎，毛毛，我找别人玩去。杰豆豆，等等，杰豆豆，跟本王子玩石头剪刀布好不好？可是我在看书，不想去玩。啊，来嘛来嘛，就玩一局。这好了，我来说一下玩法。剪刀，剪刀赢了往前走两步，不赢了走五步。
石头赢了就走十步，咱们就比比谁先摸到那个树墩，怎么样？好吧，石头剪刀布，哎，我赢了。一、二，石头剪刀布，嘿，本王子太厉害了，总是能赢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咱们再来，石头剪刀布。我怎么输了？吉吉，我赢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吉吉，我摸到了。那我去看书啦。等等，不能走。咱们再来一局，本王子不能输。但是我要去看书了。杰豆豆，你再和本王子玩一次。本王子这次一定不会输。吉吉，要不我就这样一直盯着你。哼，不理你了。啊，我找别人玩去。本王子绝对能赢。我们得再来一次，不玩了不玩了，我要去摘松果了。棒棒啊，我们再玩一次，不玩了。本王子不能输，我们再玩一次。不玩了。找光头强玩去。我比你重，你赢不了我。这次不算，重来一次。不和你玩了。我比你重，你又赢不了我。不行，本王子不能输。光头强，光头强，光头强。光头强，本王子不能输啊。待会儿玩木头人好不好呀？好呀，大家都在呀。你们在玩什么呢？俺们还有书没看完。仙子莲，萝卜头，我们也去。还有我。等等，你们怎么都跑了？为什么不和本王子玩？因为你赢了就爱炫耀，可输了就盯着大家不放，大家都被盯怕了。那是因为本王子要成为森林里最棒的王子，什么事都不能输，就像他一样。你看，这个王子能拦住牛，还能打败厉害的敌人，连造船他都能赢。本王子也要这么棒。但我知道这本书的开头，王子也输过很多次呀。你看，他下棋输了，跑步比赛也输了，可你看他输了也没有耍赖呀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可现在大家都不愿意跟我玩了。跟我来。手心手背，熊大抓木头人。你看，吉吉来了。等等，吉吉已经知道自己错了，以后不会一输就耍赖了。是真的，我以本王子的名义保证，输了绝不耍赖。那好吧，正好俺们要玩一二三木头人的游戏，咱们一起吧。你们好了吗？好了。一二三木头人，一二三木头人，一二三木头人。吉吉你动了，吉吉木头人动了。本王子输了，那轮到我了。好，哇！小朋友们，可要记住哦，赢了不炫耀，输了也不能耍赖哦。快去抱抱小伙伴，开始今天的游戏吧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